智慧热情，未来运动。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110年全国大专院校运动会击剑项目的比赛现场。我是李晨婷，我是田兆威。那现在为您即将带来的是公开组女子军刀的冠亚军决赛。那稍后比赛也即将开始，请您持续锁定，不要走开。这次的公开组女子军刀团体赛呢，是由辅仁大学对上国立台湾体育运动大学。辅仁大学的选手是杨景曼、钟芷云、蔡珍妮以及林欣慧，而国立台湾体育运动大学是徐子君、宋庭瑶、张曼丽以及吕仁轩。可以看到，刚刚在公开男子盾剑的团体赛当中呢，也是有这种情况在，就是有军刀的选手以及盾剑的选手，他们擅长的剑种虽然不一样，但在各个切换模式上呢，也能发挥到他们在团体赛项目的实力上面。在第一回合即将上场的是来自右边辅仁大学的蔡珍妮，以及国立台湾体育运动大学的张曼丽。蔡珍妮呢，在前几天的赛事当中呢，她夺得了公开女军个人的第八名，而张曼丽是公开女盾的第六名。在昨天的比赛哦，辅仁大学和这个台体大、来进行的是公开组女子盾剑的冠亚赛。那相信那场比赛都让大家印象深刻、记忆犹新哦。原本台体大、在最后一轮哦，几乎是领先将近20分哦，准备要来结束比赛。但是辅仁大学这边有最后一棒的杨景曼哦，一个人哦，追了19分的分数哦。那最后呢是反倒超前了这个台湾体育运动大学，拿下了最后的胜利哦。如果有看现场的观众哦，应该是看得热血沸腾，甚至哦可能会因为杨景曼这么热血的表现哦，感到相当的激动。昨天的比赛真的是相当的精彩。那杨景曼的专项应该是盾剑，那现在是来代表辅仁大学来出赛的是军刀的比赛。那去年辅大应该是也拿下第一名的成绩了，在军刀的方面。在去年辅仁大学是对上北师大，夺得了第一名的成绩，而今年呢是和台体大对上，那今年会是谁夺得冠军，让我们拭目以待。那在第一回合由辅仁大学夺得了5分满分。辅大这边要来寻求的是卫冕，台体这边哦，看看能不能报昨天哦这个盾剑的一箭之仇。
可以看到两边的队伍呢，其实都有军刀跟盾剑的两种混合的剑种，每个人擅长的剑种不一样，发挥的实力也截然不同。那也可以借由这种不同之处呢，来做一个互补，做一个团队的默契，达到一个完美的发挥实力。在第二回合，我们即将上场的是辅仁大学的钟芷云以及台体大的徐子君。右边的选手钟芷云呢，在前天公开女军个人赛呢，是夺得了第三名的成绩。军刀项目比赛当中呢，虽然没有时间的限制跟束缚，但是呢，他们双方也是要抓紧时间，更精确的捉住对方的弱点，来取得他们的优势。是，军刀的节奏也是相对的，应该是最快的。在第二回合，也是由辅仁大学夺得了十分。现在比数来到了七分的差距。第三回合即将上场的是，可以看到画面上的台湾体大的宋廷瑶以及辅仁大学的杨景曼。宋廷瑶和杨景曼昨天也都有代表一个自己的学校来参加这个女子盾剑的冠亚。那杨景曼这边在昨天最后一剑打完之后，是出现了一些身体比较不适的情况，不过经过治疗后没有什么大碍。来观察是这场比赛她的身体状况。就是杨景曼在军刀上面的发挥是否能像盾剑一样的优异。这边看起来适应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连拿下了分数啊。哇，很快的这一个回合结束了。那相信杨景曼呢是发挥在盾剑上的优势，先抢夺他的攻击权。虽然看到刚刚选手先将攻击权夺得了在自己的身上，但是杨景曼并没有因此而畏惧，反而是等待对方有趁虚空档的时候，而晋级到他初级的部位，达到了有效的部位，在这一回合也非常快速的夺得15分。第四回合是来自右边辅仁大学的蔡珍妮以及台体大的徐子君。
台体这边现在换上应该是替补，由李仁轩现在来上场比赛。那李仁轩昨天呢、也有在这个女子盾剑的冠亚赛出赛。哇，不过可以看到辅仁大学这边现在一开始气势相当的好哦。目前是压着台体这边来打。那昨天的盾剑哦，其实比赛的前半段哦，都是台体来取得这个领先优势。那今天一开始的台体就处于一个16分的大幅落后。辅仁大学这边也要换上替补。在第五回合，辅仁大学换上了替补林心慧，对上的是台湾体大的张曼丽。刚刚两边都有击中，但是最后攻击权在辅仁大学这边。这一分向前的攻击有拿到，现在看起来辅仁大学是打得正顺手。在第六回合，我们即将上场的是辅仁大学钟芷云以及台体大的宋廷瑶。
辅仁大学这边有辅仁大学的阵容哦，专项是女军的选手比台体大这边是来的多，所以也可以看到明显的可能选手在这个健总的适应上哦，辅大这边是比较如鱼得水的。分由宋廷瑶拿下来，不过这个回合还是辅大这边给顺利拿下，现在分差来到了18分。第七回合辅仁大学派上的是林欣慧以及台体大的吕仁轩。台体大的吕仁轩在前几天的公开女盾剑个人赛当中呢，也夺得了第五名的成绩。可以看看他在盾剑以及军刀的切换模式上会有什么的不同，是否能带来有更大的效益。台体这边呢，有尝试着将分数慢慢给逼近。这几波攻击打得比较主动一点。35分还是由辅仁大学林欣慧这边给顺利拿下。
八回合上场的选手是辅仁大学蔡真宁以及台湾体大的宋廷瑶。在倒数第二回合，双方的比数差距来到15分。台体这边也稍微拉一点分数回来哦，不过如果还想要拿下这场比赛哦，必须要乘胜追击哦。蔡真宁上来哦，攻击相当的积极。他连续3分都是将对手逼退到底线，将自己的优势猛进给对方，让对方倍感压力。在第八回合，由蔡真宁夺得了这一回合的满分40分。在最后一回合即将上场的是钟芷云对上张曼丽。看起来今天呢，杨吉曼这边只打了一个人次。在一个主动出击后，由辅仁大学的钟芷云夺得了这一分的满点，45分比22分的差距。那我们再次恭喜辅仁大学夺得了公开组女子军刀团体的冠军。